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台中市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发表向情包，即日起，凡捐款1000元以上支持信望爱中心身障专业服务，即可获赠一支向情包，限量600个，送完为止。信爱今天在潭子日间照顾中心举办向情包发表记者会，心智障碍学员走秀展示9款不同主题的环保包，学员小青也送上亲手制作的手工皂感谢妈妈。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成立25年，服务的心智障碍者多达近万人，与成纺织有限公司为帮助信望爱募款，9年来每年捐助600个公益环保包，提供信望爱赠送捐款人。信望爱每年都邀请不同的画家或创作者在环保包上转印彩绘，每年皆有不同主题，希望藉此吸引捐助者持续捐款支持。今年环保包即推出画有向日葵的向情包，台中市社会局副局长陈坤煌今天特别以代言人身份出席向情包发表会。他表示，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是前台中县第一个立案的身障机构，25年来，因身心障碍者及其家庭的需求，提供各项专业服务，优质服务深获家长肯定，政府评鉴均获优等，但好的服务需要足够的经费做支撑，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共襄盛举，一起用捐款帮助身心障碍者走出障碍困境，迎向美好希望。